以上第十九愿是因，第二十愿呢，则是其果也。十九愿是发菩提心，闻名发心愿。第二十愿是临终戒因，若人如第十九愿发心念佛，则灵寿宗师、弥陀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众前来戒因，现其人前，今须臾，须臾啊，是现在的48分钟。彼人即往生极乐净土，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是三不退。以上呢，是为第二十临终戒因愿，深显果教啊，他理不可思议之方便妙用。具缚凡夫能带获往生者，皆因弥陀赐愿，临终慎终现前，慈悲摄受之大力。这一段是叙述第十九愿发心念佛，这是因，他的果啊，就是第二十愿，阿弥陀佛临终时候来接引。啊，不但佛来，还有菩萨众、声闻主，啊，甚至于我们同参道友，早往生的人。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啊，这个例子很多。显示出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，这属于果教84000法门，是修因。正果，这个法门不必修因就能正果啊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法门，非常稀有的法门，很难遇到的法门啊，所以称之为难心之法。一般法门要靠自己，没有一个法门不是断惑真正。所谓84000法门，84000种不同的方法，就修学的方法。方法多，但是总的原则是一个，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叫我们断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通途法门的，你用什么方法没有关系，通通要断。能够断尘沙啊，断这个无明的，这是成佛。不能断无明，能断尘沙见思，这是菩萨。
啊，所谓菩萨都是指三贤，别教的三贤。啊，没有能力断尘沙，有能力断见思烦恼，这真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称为正觉，菩萨称为正等正觉，啊，佛呢称为无上正等正觉。方法多，门径多，总离不开这三个原则。